OpenEssence 是一个提供单一认证、账号控管、资源存取及使用统计的云端管理服务平台。在过去一年多以来，经过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，许多教育与研究机构开始注重远距教学，运用于线上学习与工作的科技也更被重视。图书馆也更关注如何管理与辅助使用者进行远距教学、研究与工作。是时候了解一个更安全、更个人化、更符合当代与未来需求的资源存取方式了。不管任何装置与地点都能使用的 Single Sign-On 单一登入服务。Single Sign-On 单一登入服务，你确定你说的是单一登入？是的，透过 OpenEssence，你可以做到真正的单一登入，可以提供个人化服务的 Single Sign-On， 也就是能够以个人账号的方式登入到出版社平台，而不是只停留在机构层级的验证。OpenEssence 采用军规安全等级的 SAML 方式进行身份认证，即便在提供一个更个人化的服务同时，也能确保使用者的个人资料保持隐私。同时 ，OpenEssence 服务也通过 ISO 27001国际资讯安全管理认证及欧盟 GDPR 个人资料保护原则的规范，对于资讯安全与个资保护绝不妥协。让我们一起来看它实际使用起来如何吧。OpenEssence Single Sign-On 同时支援 Proxy IP 与联盟验证方式，也提供多样的使用统计报表，让你能快速了解电子资源的使用情形。预知更多相关资讯，请到 appsco.com/openessence。